是曹操错杀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，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又令曹操折损15-6万支箭。连续的失利使曹操心中极为恼火，遂采纳谋士荀攸的诈降计，派遣蔡瑁族弟蔡中、蔡和过江假降东吴，作为内应以通消息。报大都督，江北有船来到江口。是何人过江？蔡中、蔡和带几百军士来降。哦，没有人来降。可带家小妇孺？没有。请来见我。是。入座。请二位将军入帐。请大都督为我等兄长报仇啊！二位将军有话慢讲慢讲。我兄蔡瑁和张允都督忠心为曹操训练水军，谁知老贼竟妄杀无辜啊！我二人是为兄长报仇，望大都督收留。破曹事我等愿为前部。好，二位将军放心，不必难过，我定为你们报仇。谢大都督。甘宁，在。将二位将军及其部从编在将军部下，你需殷勤相待，好生照料。是。二位将军，请。大都督，此二人来降多半有诈，不可受用。二人为兄长报仇，何诈之有？率兵来降不带家小，非真降也。子敬，你如此多疑，岂能容天下之事？先生为何发笑？我笑子敬不识恭谨用意。两军交战，大江阻隔，信息不通，细作极难往来。曹操派蔡中、蔡和前来诈降，实为刺探军机。公瑾将计就计，正要他们通风报信，此乃兵不厌诈也。哦，请马兄。哦，大都督，请。请马兄，二蔡安置妥当否？日景观大都督眼色，已知二人为诈降，但不知大都督对二人将如何发落。留下二贼，叫他日后为我通风报信。将军只需殷勤相待，时时留心二人动静便可。大都督放心。归营，特来拜见大都督。啊，请，请。
请坐。老将军深夜来此，莫非有要事相商？大都督，敌众我寡，我军不宜久持，何不速决呢？老将军可有何良策见教？何不用火攻？是何人教老将军来献此计？非他人可教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公夫，实不相瞒，我正思火攻之计，方假意收降蔡中蔡和兄弟，以便日后为我通风报信。只是曹操奸诈多谋，如不周密安排，火攻之计将难以实现。是啊，陆地之战可用偷袭劫寨之法，而趁机放火，如今在水上作战，这水上作战如何才能冲进水寨不被发现放火烧船？今日蔡中蔡和兄弟前来诈降，我何不也派人去曹营诈降，趁其不备放火烧船？然此人须比蔡中兄弟仇高几倍，否则曹操必不可轻信。大都督，黄盖愿行此计。怎么，老将军愿意前往？我去诈降。不可。怎么？老将军乃东吴三世虎将，当年随先主东征西战，南破山贼，北击董卓，立下汗马功劳。如今莫非大都督信不过我黄盖？哦，非也。曹操乃奸诈之辈，如今反要对其行诈，如不施苦肉之计，他如何肯信？功夫年迈，万一有些闪失，我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？大都督，为了破曹，为了吴侯霸业，莫说是苦肉计，就是粉身碎骨，盖也心甘情愿。老将军肯行苦肉计，乃江东万民之幸，将军豪气令人敬佩，请受我一拜。哦，折杀我也，折杀我也。我替吴侯拜谢老将军。人活百年，终有一死，我愿仿效古时英雄，留名青史，死而无怨。各位将军，我奉主公之命，率三军破曹。今日虽出错曹军于水上，但据降将蔡中蔡和来报，曹操大军有百万之众，连绵300余里，敌众我寡，要想破曹绝非一日之功。
今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，准备御敌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我水军出战曹军，已获全胜，应速速出战，乘胜破敌。黄老将军，曹操足智多谋，善于用兵。当年袁曹大战官渡，袁绍数十万大军却为曹操数万兵马所破。今我军兵马远不及曹军，攻难取胜不如固守，用疲军之术拖垮曹军，待其粮草耗尽，不攻自破。以大都督之见，莫说3个月，就是只13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。以我之见，本月内能破曹便破，若是月内破不得，莫不如依照张子布之言，弃甲倒戈，北面而降。哼，黄公夫，当初劝战是辱，如今要降又是辱，如此反复无常，愧辱还是三世老臣。我奉主公之命统帅三军，早已言过，